自己很喜欢这样子的穿搭，因为我就喜欢一件就可以出门。然后这个鞋子它就是很有夏天的感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善存。我今天这身打扮呢，就很适合像是剧中的刘华，因为他们是属于室内设计事务所，你要常常的出去跑一些工地啊，或见客户。那你要不想穿得很拘束的话，就可以穿这种柔软一点的西装外套，你搭起来一穿上，然后白白的，很亮眼，又很轻松。下半身一个很飘逸的一个裙子，我自己私底下会做这样子的搭配，不喜欢很拘束的感觉，所以我就喜欢这种大赛式的衣服。我这三套里面比较喜欢的风格的话，我会选后面的两套。我自己本身喜欢深蓝色系，第一件棉感的那个它很贴身，然后我觉得有点在休闲跟正式的中间。那这一套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蓝，其实里面有一点看得到白白的那种感觉，看起来很活啦。两个手表我比较喜欢白色的这个，因为我自己喜欢大表的一点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他是涂善存，他在我和我刚四饼饰演的角色叫做刘胖，然后他是一个设计师事务所。他叫林一真，在《我和我的钢丝臂》里面饰演是杨楚君，是一位非常有技巧的心理咨商师。